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就在昨天晚上，我没入住宾馆的时候啊，母兔兔的老婆生了，啊，生了，太牛逼了，太厉害了啊！今天呢，小衣服也换上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他们的村落了啊。10万块钱奖励啊，给母兔兔，给老婆买点营养品，好的吃的喝的。行啊，买点啊，走。哎呀。这个没生孩子的给5万，给小孩买点吃的，谢谢啊，不用谢，走，出发。母兔兔来带我买这衣服啊，这个衣服是给我买的，15000。孔明滩的15000，这衣服很好看啊，我去了部落里边我就得这样穿了，凉快啊。good， 奖励了母兔兔10万，你看过来给母兔兔。哎呀，给小孩买件衣服啊，买身衣服。他不是刚生了孩子吗？老婆有儿子了，现在性价比。昆明的随他14000-50000块钱，10000多块钱。哎呀，真是顾家呀！这是有了孩子，特别的高兴。木头子，我都替他高兴啊，当爹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好男人。再给小孩买个毯子。因为部落里边他们都是睡的牛皮，牛皮，太好了。他给小孩买个这个非常柔软，刚出生还没一天的婴儿。好男人，你是好男人，我看出来了。你看这饮料，哎呀，这是批发市场呀，我们得带点这个吃的喝的进去啊，买水啊，买油啊什么的啊。买点东西在里边住啊，得花了80人民币啊，买了3箱这种大桶水，因为他那个部落里边啊，他是没有这种纯净水的啊，十二瓶一箱，我觉得我们做饭啊喝呀应该够了。妈妈扶他，哎呀太好了，给老妈买了一桶油啊，回家了嘛。给了他5万块钱，让他给家里买东西嘛，买一桶油给妈妈，你看做饭用的，都是好男人呀、啊。来买一包，给这小孩，给村里的小孩吃的，这叫佩佩，当地语叫佩佩。然后给他们孩子买点这个糖。买的啥？苏哥。这糖在当地是好东西，他们都爱吃糖的。给妈妈。给妈妈。给妈妈买的糖，好，回家了，这是从城里回家了，放车上去吧。从城里回家了，必须得这个给家里买点东西，买的油，买的糖。他呢，就主要是给这个小孩刚有了儿子，啊，得给小孩买东西。那这小商店。花了30来块钱买了这个当地的这种能量饮料啊，24瓶，很好喝，带进去喝。这是给他的媳妇买的啊，他的媳妇买的大红袍，就是马赛的衣服 ，for wife。太好了。我现在一直在找这个手机店啊，就是我想给他两个的媳妇一人买一部手机，因为。到了去我那儿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给媳妇儿打电话呀，自由的打电话。我现在一直在找着手机店，那这种地方还真是不好弄，不好找，再找找啊。哎呀，这车实在是放不下了，光行李就占据了半壁江山呢。你看，然后我们都给买了东西什么的啊。你这水还有两箱水没放上呢，这前边放两箱水。你看这都塞得满满登登的，后边这儿。啊，马蒂亚斯碰见长老了啊！啊，爸爸，哦，叔叔大爷，哦，碰见叔叔大爷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到了他们的地盘了，老多熟人了，真的吧？看手机去，走。啊，看手机去。现在我们正在这儿挑手机啊。他们都是这种大头机，都是大头手机。这是一个店儿。完了。
哦 ，good。好，现在正在试试这手机啊，怎么样？一个手机30000啊，就是90块钱吧，像大约来60000，给他俩老婆一人整一个，一人整一个，工作的放心啊，是吧？没事能给家里打打电话什么的。哎，那个装里边了，都装起来吧。对，这个你看这个也挺好看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马铁子好不好？好。可以可以，打电话够了，我算是大客户了，来这儿一下子买走俩手机。他们你看，他们在这儿敲半天。走走走走，回去吧，去你们家了。回家了，太好了。回家了，太好了，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啊。就是我主要是给他俩呢，让他俩自己去买的东西啊。我思来想去，我觉得我买的话，买点吃的吧，他们也不缺，啊。我就额外的给他们两个的媳妇儿一人买一部手机，工作的更安心。然后呢，给他们两个钱，去给自己家里添置点东西吧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最缺什么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就家里见吧。好，好，家里见。